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黄静怡。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推动的让爱出走35乡镇公益行逐渐在全台遍地开花，除了直销商中心，安利公司的员工也组成了爱心志工队，利用假日到桃园兰迪儿童之家乐当志工，为孩子们的寝室粉刷油漆。那么尽管每个人都汗流浃背，但依旧甘之如饴，希望孩子们的居住环境可以焕然一新。你一只刷子，我一只滚轮，人手一只，拿到手沾了油漆就拼命刷。尽管非专业出身，伙伴们有练过，看起来也很有模有样。让爱出走35乡镇公益行脚步来到桃园大园兰迪儿童之家，伙伴们一块粉刷油漆，为孩童寝室缓行气象。要保护的地方尽量就是从上面把它粘牢固，然后再把它拉衬，这样才，因为它长度不够高嘛，所以我们在叠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对，然后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保护的效果。而且尽量不要让小朋友的东西刷到油漆，要非常细心跟那个又刚对的背功哦。迎着夏日高温，在室内擦油漆，短短几分钟已经汗流浃背，大伙儿却依旧乐在其中。弟弟，要不要玩？要。啊？不要。贴心的举动让爱遍地开花，也让大家留下最暖的回忆。让爱出走，35乡镇公益行，耶！安内新闻前，陈真玲、博源、桃园报道。